跟住又會宣讀呢七位嘅弟兄妹浸禮嘅名單出嚟。我逐個宣讀咧，請弟兄妹咧出嚟咧，就面向會友啊。好，第一位李嘉怡姊妹啊，佢嗰邊。好，第二位葉穗。三番細少少，我呢邊，因為頭先吹大。好，第三位何浩儀姊妹。第四位林子晴姊妹。啊，五位郭成鑑。第六位許鳳明姊妹。出嚟先。啊，第七位黃志文弟兄，可以坐喺度，坐喺度得噶啦，坐喺度推出嚟得啦，推出嚟，啊，坐喺度推出嚟得啦，啊，因為黃志文弟兄咧，佢身體就需要，所以坐輪椅嘅出嚟，但佢願意咧一生跟隨主耶穌。K，得嗰度，好。耶稣基督作他生命的主，一跟随主耶稣。认住后面宣读，喂，好，咁啊，好，请翻座位先啊，七位，跟住就顺次序咧开始浸礼啦。啊，想准备定嘅即系衫裤鞋袜啊，准备定啊。OK， 得未？好，第一位，请阿李嘉怡姊妹出嚟，啊，企上呢个度，慢慢行，步入呢度，行上嚟，好，企喺呢度，啊，呢度啊，面向钢琴，企埋，企后啲，企后啲，好，跪喺度，跪喺度，好，就 OK， 我问呢个问题先啊。好，李嘉怡姊妹，你愿唔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嘅主呢？愿意。跟住咧，宣读啊！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李嘉怡生命的主，藉着他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信靠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。我而家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李嘉怡姊妹施浸。奉耶稣名为你施浸，多谢主。好，哈利路亚，礼成，多谢主。十字架，永是我。好，第二位葉穗娜姊妹出嚟啦，啊，唔使咁緊張啊，
啊，上帝喺度啊，我会帮助你。慢慢，啊，啲数段嘅啊，企后啲，企面向嗰边，面向一面企后啲，面向依企呢度，企呢度，企中间，啊，面向嗰边，好啦，跪喺度，好，双手合十，好，企后少少都可以 ，OK， 好。好，葉穗娜姊妹，你愿唔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嘅主呢？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葉穗娜生命的主，住着他的救恩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信靠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我而家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。为叶穗娜姊妹施浸，奉耶稣为我哋施浸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米成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最终洗清洁。好，第三位何浩儿姊妹 ，OK， 企喺度，慢慢行。坐下先，坐下先。慢慢啊 ，OK， 好，面向嗰边。好，跪喺度。好，好，何浩儿姊妹，你愿唔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嘅主？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何浩儿生命的主，藉着他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跟从主耶稣，信靠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。我而家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何浩儿姊妹施浸。哈利路亚！好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来圣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最都洗清洁。为靠耶稣宝血。好，第四位姊妹林子晴姊妹，好，慢慢行。好，林子晴姊妹，你愿唔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嘅主呢？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林子晴生命的主，藉着他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信靠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我而家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林子晴姊妹施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最都洗清洁。为靠耶稣宝血。好，跟住郭成鉴弟兄，哇，好勇敢啊！哇，好快啊，拖下冇人去。
拖下先。哇，佢好心急啊，趕住洗禮啊。咁啊 ，OK， 慢慢嚟啊。好，喺度，好 ，OK， 好。郭成鑑弟兄，你愿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嘅生命嘅主呢？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郭成鑑生命的主，藉住佢嘅救恩成为上帝嘅儿女，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信靠佢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我而家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嘅名，为郭成鑑弟兄施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追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好，最后两位的弟兄们，因为他们身体需要呢，就不会落得水完全浸了，用洒礼的方式代替即是完全浸一样的，即是上帝恩典来的，没什么分别的。 好，先请许凤明姊妹。好，面向会友就行了，面向会友。好，问你问题了。好，许凤明姊妹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呢？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许凤明生命的主，藉着他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信靠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我而家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许凤明姊妹施浸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你施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荣是我的荣耀，我终追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好，最后一位弟兄黄志文弟兄，都是同样以洒礼方式接受上帝的浸礼。好，面向会友。好，我问你问题先。你跟住我读好唔好？跟住我读啊。好，黄志文弟兄，你愿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？好啊。我愿意。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。接受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作为。我王志文，王志文，生命的主，生命的主，生命的主，成为他的儿女，一生一世，跟住主耶稣，直到永远，接受永远，阿门，阿门，啊，感谢主，好。我现在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王志文弟兄施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礼成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荣是我的荣耀，我终追。为靠耶稣宝血。
好啦，在浸禮之後、洗禮之後，今天有很開心，有兩個家庭、三個的兒童呢、嬰兒呢，去將他的 baby、將他的兒子或者兒女呢，去奉獻給上帝。好，請兩個家庭出來， Teddy 家庭和 Wingo 家庭出來，不用怕的。這三位的 baby 或者兒童呢，好，得啦。第一位，盧子軒，小朋友，跟住第二位盧子龍小朋友，跟住啱啱出世嘅冇幾耐嘅卓星啊 ，OK， 好，我哋舉高我哋嘅祈禱嘅手，祝福呢三個嘅即係兒童兩個家庭啊。不用怕的，上帝祝福你啊！好 ，OK， 我呢三位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 ，OK， 祝福你两个先，好啦，好，愿上帝的恩典临到卢子轩、卢子龙两个小朋友，让他在他一生里面充满上帝恩典，透过阿 Teddy 夫妇的教导，让他们成为一生都爱主蒙上帝福气。多谢你将两个仔、将两个的小朋友都奉献给你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好OK， 好，我是高居祝福的手，祝福这个 baby 卓星弟兄、卓星小朋友啊，好，我为卓星小朋友祝福，上帝多谢你，因为使到卓星臨到這個 Wingo 家庭的一份子，讓你的恩典、讓你的平安、福氣臨到 Wingo 身上，臨到這個卓星小朋友身上，讓他一生都認識耶穌為至寶，在他裏面會有上帝的平安、喜樂和愛心去服侍上帝、愛神、愛人。多謝你將他一生都奉獻給你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感謝主。好 ，OK， 一齐影相好。好，多谢晒。好啊，跟住咧，仲有第三個儀式啊，今日好多儀式啊，最後一個儀式啦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就係、是、轉會禮，有兩個嘅姊妹啊，好希望成為我哋嘅生命樹宣教網絡使命堂嘅一份子，好啊，請兩位姊妹出嚟，第一位何鳳玲姊妹，第二位錢色香姊妹，啊，喺度望住一個熒光幕先啊。好，唔該，掃出個熒光幕。好，轉會約章，準備一齊宣讀。準備開始，我信聖父、聖子、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神。我立志靠賴耶穌基督的救恩，轉會歸入他名下。轉教網絡使命堂的一份子，我願一生虔誠敬拜上帝。颂赞主名，勤奋研读圣经，谨守真理，努力宣扬福音，拯救灵魂，实践肢体相交，造就教会，甘心奉献自己，为主所用。阿门。好，我哋众会友一齐举高我哋嘅祝福嘅手，为两位姊妹祈祷祝福。上帝，感謝你，因為藉著你的救恩拯救這兩位姊妹，何鳳玲姊妹和錢色香姊妹，她願意委身加入使命堂，和這班弟兄們一起努力去興旺上帝的家。願上帝恩典、平安和恩賜豐富臨到這兩位姊妹身上，願她一生都蒙上帝的福氣，應許
在当中去见证你、荣耀你、服侍你。多谢你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启程。好啦，交还俾主礼人啦。好感恩，好開心咧！今日嘅浸禮咧，都係個程序完成，但係我哋崇拜程序咧，仲係要繼續嘅，因為我哋仲有聖餐禮啦、奉獻禮。咁麻煩咧，各位朋友同埋家人咧，先坐翻埋位。小朋友咧就要開始安靜同埋守規矩，因為咧我哋即將進行呢個聖餐嘅禮儀，好嘛？咁好，請各位弟兄姊妹坐翻埋位先，好嘛？如果你不坐回位置，我們進行不到聖餐的雙禮，好嗎？那我將時間再次交給陳牧師為我們主領聖餐。